所以要在上面签字。好，送上两支羽毛笔。华纳音乐亚洲天王萧敬腾携手撼动乐坛共谱完美音乐之约。 3, 2, 1 sign please。 谢谢，谢谢华纳唱片亚洲办事处亚洲区总裁，谢谢 Simon， 也恭喜亚洲天王萧敬腾继续拥有最强后盾。整个在挥毫耶。合照，好，两位靠近一点，谢谢。来，笔我帮忙收一下好了，好，谢谢。再次的谢谢 Simon， 今天在百忙之中啊，一定要亲临台北的签约现场啊，来分享喜悦，更重要的是一起来打造萧敬腾，让他站上更大的舞台，更辉煌的未来。也请各位媒体朋友、粉丝继续的支持，非常有魅力、有实力啊的萧敬腾，当然喜鹊娱乐也是他最强的后盾，大家一起的共谱完美音乐之约。谢谢 ，Thank you。谢谢。有没有什么愿望？赶快先许愿一下，快点。是这张专辑，就是新的工作这张专辑，也是我最期待的一张专辑。然后也是我最开心的一张专辑。这张专辑跟我跟华纳的合作，跟面瘫老板是一样的逻辑，它是我最初的梦想。我认识音乐，我为什么做音乐，在下一张专辑都看得到。了解，好，令人期待。不要讲太多，我们还要再办一场记者会 ，OK 哈？你先讲完了，我要赚什么？不是，留一点，留一首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期待未来的合作，未来的新专辑。来，念旧的时刻到了，山哥，你就像是这个海鲜拉面摊，让老萧念念不忘，对不对？老萧呢，就是我们再次加盟，请山哥喂一碗最喜欢的海鲜拉面给老萧，大家再续前缘。好吃，来，慢慢来，不急，加个料，面比较难，来，擦一下，这是老萧最爱的味道哈，海鲜拉面，好，来加个料，合个影，好了，好，来谢谢，好，要吃虾吗？这样会不会太虾？要吃个什么比较有好兆头的？我们华人真麻烦呢。三个根本搞不懂，对不对？随便了，吃下，还是吃够完，圆圆满满这样，拉面的长长久久哈。好，来 ，OK， 耶、yeah ，谢谢。哇，真的其实蛮温馨的。老萧，虽然现在已经是巨星等级，但是还是非常非常喜欢这一碗拉面，70块而已，对不对？70块。三哥，老乡，忙看一眼右边这边。80，好，谢谢。80块的平民美食还是老乡的最爱，他是如此的念旧，包括在音乐路上。谢谢华纳的扶持，我们继续努力，共创佳绩。也请华纳音乐把老乡带上更大的舞台。谢谢。真的吃一下，真的吃，因为他真的很爱吃。你要加辣椒，你会加辣椒或胡椒吗？在里面会，你可以照你原来的，今天不加。好。好吃吗？哦，话说太多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来送上麦克风。好，山哥真的不简单哈，碰到一个这么念旧的，对不对？他都这么样 superstar 了，还是继续跟华纳合作，你一定很感动。接下来我们来倒个香槟茶，感谢老萧。这个是老萧自己最喜欢的蜂蜜水哈，长保健康。OK， center please， thank you， 请看前方。好，请看正前方。Right side, left side, please， 左边，谢谢。今天我们都跟老萧有关系哈，老萧的喜欢的面摊，喜欢的蜂蜜水，我们通通都搬来了。还有大家老萧最喜欢、最挂念的粉丝啊，还有呢，我们最熟悉的饭店。OK，Thank you， 谢谢。好，感恩。好了，我们掌声祝贺李晨。谢谢，照一下哈，一个那个蜂蜜水塔。好，谢谢，可以拿一杯是的，好。好，来，请老乡跟。爱闹，爱扫，可以。好大，拿三排的那一杯。
好嘞，请进大家哈、哦。抽抽乐吗？站出来一点啊，站出来一点。出皮就皮，麦啦。哦，没气。天哪，我刚随便讲的。来，再拿第四台的。卖肾卖肾啊！敬大家敬大家，来来来，不要闹不要闹。对，我都忘了，好像会变魔术呢啊！他的手法是很利落神奇的。